南韩超大马桶是厕所博物馆。这个巨型马桶坐落在南韩水源市，是全世界唯一个厕所主题公园。入面有互动小游戏、吸引仔，当然不少得厕所的发展史啦。这个馆是用来纪念过了身的市长沈在德，有厕所先生之称的他对改善厕所条件运动有很大贡献，亦都是用来提醒人厕所对健康和卫生来讲是很重要的。